间都去哪儿了？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，生儿养女一辈子，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。时间都去哪儿了？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。柴米油盐半辈子，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。牛子，有人找你。不会啊，别疯，今天是我生日，没人看我呀。不会有人找我呀？还不信你？来来，一小伙子，快过来。爷爷，是他吗？向东。爷爷。哎呀，向东，快来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想你了，来看看你。跟你爸妈来的？我一个人来的。你一个人来的？一个人你怎么来呀？我坐车坐过站了，还摔了一跤，找不着路了。摔坏没有啊？没事，我好着呢。没事啊？嗯。哎，对了，爷爷，今天是你生日。你还记得爷爷生日？嗯，我还给你买蛋糕了呢。怎么都这样了？蛋糕坏了，爷爷不能吃了。行，不哭啊。嗯，蛋糕坏了，爷爷也开心，爷爷也高兴。您来了，爷爷就高兴啊。来，哎，来，咱们吃蛋糕啊。吃蛋糕，不哭。我生日，吃蛋糕。哎，你再看这个，这个什么天牌？哎呀，算了，别买了。不是你怎么？今天我发现你这兴趣不高啊，我这特意从公司溜出来陪你买东西的。我知道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了，就觉得心里不踏实。怎么不舒服啊？没事，别紧张，没事。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事儿似的，特闷。什么？就千万别有什么不舒服，这还有备品呢，这。你放心吧，没事。哎，不是，你看这小孩洗澡了。没有啊，不是带你们去前院看了吗？哦，行，那要不然我过去。好。怎么了？不是我哥他们那向东找不着了，不知道去哪儿了，给我打电话，说我帮着找。你说我又不是警察。哎，他会不会找他爷爷去了？头两天，向东确实问过我，说上爸那儿怎么走，然后我跟他说了。向东啊，
爷爷没在家，你学习怎么样？我天天都烦死了，除了复习就是考试，还有补习。我想爷爷陪我一块儿住。那不行，还得好好学习。爷爷，我以后想挣钱，等我以后要是有了钱，我就买大房子，把爷爷搬过来一块儿住。好孙子，爷爷跟你说呀，钱啊能花完，知识是永远花不完的财富，明白不？不明白。我明白。抬手，然后这个脚迈出去，三，三，爷爷，爸，爷，姑爷，我们来过生日了。向东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来，坐坐坐，来来来。哎，二爷子你好。好。爸，今天是您大寿，我们全家来给您过寿了。月梅怕你生活的在这儿生活的不习惯，特意给你做了两罐肉丝辣酱。月梅说你最爱吃这个，还给你带了一点腊肉，还买了一个大蛋糕。哇，这么大！哎呀哎呀哎呀，真够漂亮的！哎，你看这颜色多漂亮！来，把字儿转到爷爷这儿。对对，生日快乐啊！爷爷点蜡烛。来来来，今晚都想半天了。待会儿给你唱一个。啊，生日快乐！那得先许愿，是不是，小东？对，爷爷先许个愿。好，爷爷许愿。许愿。行。爸，过生日啊，我都给忘了，你看这。你说你这种脑子，你能记住啥呀？爸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对，生日快乐，爸啊。向东，你真在这儿啊你？你知不知道你爸妈都急成什么样了？我跟你爸找你一下午了，你吱一声，你们都快急死了，你淘气死了，你赶紧跟妈回家。我不回去，我跟爷爷在这儿。你再说一遍。不回去。你管管呢你？向东，你赶紧听你妈话，赶紧过来，快点！爸妈都急坏了，都那学校老师都找你呢，你快赶紧过来来。哥，向东既然来了，就让他在爸这玩一会儿嘛。哎呀，他玩什么玩啊？他一个小孩，这么点小孩，你知道从我们家到这儿得多远，得倒多少趟车吗？你万一路上出事儿，谁负得了这责任呢？嫂子，你不用那么激动，向东这不是好好的，什么事儿也没有吗？我倒觉得向东已经长大了，是个有情有义的孩子。向东为什么大老远往这儿来呀？不就惦记着爸爸生日吗？哥，我不是说你。你连爸生日你都不记得，不是谁没过过生日啊？啊，婉平是你们领来的吧？他一个人跑过来到这儿以后，你们倒是给我们打个招呼，这当父母的急成这样，都快疯了都。行了行了行了，现在也不用着急了，孩子不找着了吗？嫂子，今天是爸爸生日，你跟哥哥想在这儿待着呢，就在这儿待着。不想待着，赶紧走，别在这捣乱。向东，跟爸妈走吧，啊，别在这闹了。这挺好的。谁在这闹了？我来找孩子，我怎么又闹了？你们就会欺负我。你赶紧走，走走走，不走，走啊！书包，书包。月梅，你这么说话，你说我们还怎么在这待啊？大成，回去跟你媳妇好好谈谈话。爸，我先走了啊。牛志华，你出息了你，哥。咱不生气啊，他们走，咱高高兴兴的过生日啊。好，爸，来，咱过咱的生日。对，接着过生日，不能让他们坏了老子心情。富贵啊，你刚才不说要唱两句吗？嗯，是。唱两句。哎，祝福你呀，生日快乐。祝你幸福，祝你幸福。
志文，你过来。啊。你快点儿，我想起来我今天到底在想什么事儿了。你过来，过来。不是什么呀？你就这大惊小怪的呀？今儿咱爸生日。哎呦，那你看我这记性，我给忘了。哎呀，你个猪脑子，你成天都能记住什么？你就想着你那破股票。这股票好啊，股票弄好了，挣大钱呀、啊，他还想换大房子呢，是不是？得了吧，不亏就不错了。那再换衣服去吧，咱们看看爸去。不，现在这都几点了？到那儿都半夜了，不折腾了好不好？今天。那爸一年就一个生日，那你给爸打个电话。打电话现在也不合适了，你看。爸那不是一个人住，一大堆老头老太太呢，你吵了谁也不好。明儿吧。你自己的爸你自己都不想着，哎，这样爸心里该多难受啊。回来家里他妈多好，行吗？哎，吃了吃了，哎，对对对。行了，别看了，咱把你爸接回来去。不是，我自己跟去不就行了吗？你别去了，你看你这怀着孕呢。不行，上次让你去，爸就生气不跟你回来，这次我跟你一块去。你还去吗？我肯定把他接回来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别废话了，啊、换衣服去，快快。哎，这谁呀、啊？这是。哎呦！娘。哎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着，不欢迎你妈呀？啊，欢迎！坐坐坐坐。坐怎么着？您那戏拍完了？嗨，这戏拍这半截没钱了，也不说这事儿。这不过节吗？过节我说回家跟你去，你儿过多好啊！你先坐着。来，好好说话，这种啊，哎，来，炊事员，哎，来，老牛，看看谁来了。哎呦哎呦，老伙计，哎呦来了，哎呦，玉华堂也领来了。哎呀，真没想到。哎呦，老牛啊，你这一走啊，我一个人在公园里剃头就觉得没劲呐。你瞧，怎么了？哎呦，前两天吊威亚，啊，钢丝绳。哎呦，跟放风筝似的吊我一天，还不让我吃饭。等我下来就这样了。哎，你看了没有啊？你这没事儿，这组里不经常的吗？妈，你要腰不舒服啊，你一会儿上屋里躺一会儿，休息一会儿。那个，我和志文出去一下。啊，干嘛去啊？嗯，我这刚回来，你俩就出去？啊，躲猫猫啊？啊，你说什么呢？这不是过节了吗？我跟志文商量着，说把爸接回来住两天。啊，接我爸去。我这刚回来，你说你把他就给接回来，这怎么这住了一块多不方便呀？你这太，你晚上吃顿饭你不就行了吗？你这往年屋有人都没有啊？啊，你拉我起来，我走之前那屋好好的啊。你慢点，我给我变样了没有啊？啊，干嘛呀？走啊。不是你动。你看你妈来了，要咱们就算了吧。什么意思呀你？要不过完节再说吧。我跟你说，那可是你爸。我知道是我爸，
你以为我不想接他呀？不是，可你妈拦着你妈呀，那是把我爸送派出所那妈。我妈怎么了？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你？大过节的，总不能把你爸一个人扔敬老院吧？要把他一个人扔敬老院吧，那是他一个人不高兴。要把他接过来，回头你妈再一闹，咱就是四个人不高兴，再加上肚子的孩子五个人，那你说这节怎么过呀？哎呀，这快过节了，你是不是得回家去看看孩子们呢？不回。那你要不给他们打个电话？也不打。紫霞呀，你跟老马来了，我特别高兴，咱们聊点高兴的事儿啊。哎呀，我说老明啊，这大过节的，要么你上我们家待两天。哎呀，老马呀，我这就是我的家，我上你家干什么？你好好给人家理发啊。哎，这倔老头。真是。我在这挺好的，你们就别惦记了，常来看看我就成了。我给你妈买这么多吃的，妈能吃得了吗？吃不了就便宜你那倒霉弟弟了。谁倒霉弟弟啊？你才倒霉弟弟呢！我就愿意给我妈买，我要再不买点，我妈更什么也吃不上。那什么，给我爸买了吗？那这不吗？我以为你忘了呢。我能把咱爸忘了？弄得好像我这人多恶毒似的。燕儿啊，谁要说你不好吧，那是不了解你，你这人挺好。你少臭贫啊。哎，那个明天呀，咱们回我妈家跟妈吃饭去，爸这个东西就是过两天有空了再给爸送去哈。我还想先把爸接过来住几天。不是你弟弟妹妹他怎么不接呀？什么事儿怎么都是你这当大哥的抻头啊？再说了，那爸回来指不定又惹出什么事儿来呢。爸回来闹什么事儿啊？你，哎，你真不接啊？不接。咱俩在这过节，有我在，就不能让你孤单着。我就跟着你了。哎，好，咱们俩唱一个。你唱唱唱，你起个头。嗯。八月那个秋风来啊，人人那都喊凉。你唱那个过路。快乐，快乐，乐乐乐！就咱俩了，嗯，就咱俩了。花生米你咬不动，吃这个，吃这个，这也不行啊，牙口不成。嗯，就剩咱俩喽。人少肃静，嗯，人多的时候人家都烦你唱大鼓，现在他们都走了，爱怎么唱怎么唱，大点声唱，我听。嗯，那我唱一个，唱吧。有一位老汉呐，今年那88呀。我唱的是我自己。儿孙那个满堂啊，没人那养活他呀。我养活你。骗人呢。真的。真的，福贵你好好活着，我养活你。你这
喝一口。来，老爷，老爷，过节好。哎呦，爸。哎呀，这个老爷子，这么晚了怎么还来呀？我们来给孤寡老人过节呀。快给你妈拿凳子，来，拿凳，拿凳。过节就这么两个菜啊，大成，把咱们的菜都摆上。今天中秋节，那婉平说想你了，那我们就全家带着东西来看您。你快坐下，没生气吧？不高兴啊！我们可不是来惹你不高兴的。老爷子，还有酒杯没有？有有。爸，我们这次来不是接你回家，知道你也不愿意跟我们回去。来，大成，和我爸喝一杯。你也别惦记着要哄我们回去啊，我们哪儿也不去，鞭子打都不走。玉梅呀，今天天晚了，明天我领福贵上你们家去。我去开门啊！小心门槛儿！哎呦，正房啊！正房，哎，牛子，你刚才说这是哪来的？这是我姑娘家。听明白了吧？坐下，坐下。大成，给倒水啊！哎，好。牛子。你这姨太太真不错。什么姨太太？这是我女儿。听明白了吧？听明白了。哎，几块大洋讨来的？看看还是没听明白。这是我女儿，这是我姑爷。你老糊涂了。哎，来，赶紧坐着吧，红酒我开开了啊。哎呀妈呀，腰不好，别折腾了，快坐下。哎，我问你啊，我亲家公今天在哪儿呢？到我哥那儿了。行了，这过节他有地方去，我就高兴。你们俩先吃啊，别等我。还有啊，妈再给你们露一手，再给你们露一手。哎，你现在这讲话怎么张口就来呢？就你哥你嫂子那。他俩能去接你吗？不，他两口子心再狠，大过节的不能把我爸一人扔敬老院啊，不合适吗？觉得咱们不去还不合适呢。你别那么看着我，这不是今天你妈来了吗？跟我妈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给你爸打个电话。是，我这正要打呢。哎，您好，您那个帮着找一下牛全胜好吗？老牛啊，走了，回家过节了。哦，行，好，谢谢您啊。哎，你看，那我爸肯定去我哥那儿了。那你给你哥打一个。懒得跟他们两口子说话都。你说他们俩占着我爸那大两居，他也不把我爸接过去，我跟你说，他是人吗？还，我跟你说，邻居就把唾沫星子都把他淹死。您老喝茶。嗯，哎。以前我总觉得自己命苦，到了敬老院才知道，
富贵比我命还苦，七个儿子，20多个孙男弟女，没有一个人愿意养活他。真是人比人得活着呀。爸，你跟福老爷子就在我这住着吧，啊，想住多长时间都行，别回敬老院了，这儿多好啊，空气又好，环境又好，还省心。有我们的就有您的。爸前些日子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。没事儿，其实我跟大成一直特别高兴能把你接过来住，我们以前就特想把您和妈妈都接过来住一段时间，但一直没什么机会。作孽呀！作孽呀！虾来了，妈，多吃点啊！哎，好好好，好好好，妈妈，好，自己来。哎，哥，孙天来了。哎，妈，你快吃。哎，好啊，来。喂，哥。过节挺好的，爸在你那儿是吧？没有啊，没在你那儿吗？啊，你没去接爸去啊？我以为你去接了啊。不是，我是想去接来着，这崔蛋他妈来了，这不是吗？不是哥，这大过节的你不去接爸去，你这你不对吧？不是，你不去接你不能怨我呀，你怎么能说我呢？行行，不说了。不，我刚才给静乱打电话说爸不在啊。啊，那什么，你问问那个月梅那儿，问问你姐那儿，看是不是在她那儿，好吧？行，我给我姐打电话吧。那你跟嫂子说一声中秋快乐啊。哎哎，也祝你们节日快乐啊。谁呀？志文。他有什么事儿啊？说那个爸不见了。你说这不在静乱院呢，能上哪儿去啊？没准上月梅，我给他打个电话。哎呀，不用打了。人丢了，让敬老院赔。不是我这我赶紧吃菜，快来！哎哎，来来喝酒来喝酒，来来坐吧，来来来吧，来妈，哎，节日快乐，节日快乐啊！喂，阿姐，爸在你那儿了吧？对呀、啊。哦，嗨，这我就放心了。我刚给敬老院打电话，说爸不在，我这是不放心。早干什么去了你？今天要不是我跟大成，爸爸就一个人在敬老院过节了。是，我知道我这错了，这不是因为崔灿他妈来了吗？这我也没办法呀。你把电话给爸，我跟爸说句话呗。算了吧，爸爸要知道你打电话来，肯定不接。哟，我也不跟他说话吧，他更不高兴了吧？爸，你让我跟他说句话呗。爸，志文要跟你说话。算了吧，行，那你就跟爸说，我明天跟崔赞过去看他去啊。哎，干嘛都吃啊？吃吃。爸，来来来来，这过节呢，干嘛呀？来，来来来。哎，妈，妈，你别喝那个了，那个对身体不好。我去给你拿果汁去啊，别让妈喝这个。哎，我给我姐，给我媳妇弄去。自己拿啊！来来，先吃菜啊！吃菜吃菜。高兴不高兴？高兴，高兴，高兴，多喝点儿。哎，来。月梅啊，哥，爸在你那儿了啊，你不生气了吧？你还知道啊，牛志华，你们全家节过得挺好啊。
咱不说这些没用的。那什么，这过节了，这个向东要跟爷爷说两句话，你让爸接电话吧，好不？爸，你干什么呢？爸，向东要跟你说话。嘿嘿，大孙子，过节好，爷爷，我想你了。嘿嘿，想爷爷了，爷爷也想你。嗯，你跟爷爷说说，明天咱俩去看他吧。爷爷，明天我和我爸一起去看你。好。喂，爸，那什么，我明天和向东一块儿去看你啊。哎，喂，干嘛呢？俩人偷偷摸摸的啊？没事儿，就给谁打电话呢？啊，爷爷，你先进屋。不是我说你哈，你是不是就愿意热脸贴冷屁股？哦，把爸接回来你就开心了是吗？没有，我没说结婚了，我就说跟志文明天一块儿去看爸的，没说接回来的事儿。去看干嘛呀？不还是想接回来吗？要接你不许去啊，让志文去，听见没有？你说你那两个兄弟也真是的，这过中秋节就打了两个电话，就把咱爸打发了。谁说的？刚不是都来电话说明天要过来吗？不是我说丧气话呢，他们两个来不来还不一定呢。别乌鸦嘴啊！我现在也想明白了，我不较劲了，只要我爸高兴，怎么着都行。你别看我爸好像不愿意理我哥，不接他们的电话，其实他心里不定怎么想的呢。赶紧走吧，一会儿你妈看着又乱了，我再看一眼。哎，干嘛去啊你俩？不是我现在带向东上公园玩一会儿。不说好了去我妈那儿吗？不是，妈，你就让我爸带我玩吧。你别瞎闹啊！说好了去姥姥家，姥姥给你买了你爱吃的月饼了啊。昨天不刚去完吗？这刚到我妈那儿去两天你就烦了。妈昨晚上跟我哭了半宿，那四儿媳妇太不像话了，每天给妈吃剩菜剩饭。妈好不容易跟人街坊邻居打一次麻将，她站在那胡同口，站在墙上骂三天。你今天过去吃饭得好好说道说道四儿。我换衣服，等我一下。爸，咱们不去看爷爷了。老爷子挺好的哈。哎，那小孙子活泼吗？挺活泼的，挺好的。那小孙子行。这样子。那小孙儿，他拿东西来。爸，回屋吧，饭都快好了。屋里热，我在外边先凉快一会儿。起呢，行，咱走吧。谁敲门呢？谁？不认识。找谁呀、啊？王曼玉大妈。王曼玉。啊。哦，找你妈的。哎，进来吧。你好。哎呀，这这么早哈、啊？估计我妈还没起呢。哦、还没起、啊。你找我。曼玉、哎，曼玉，哎呀，刘老爷，哎呦，你怎么来了？岳林老师，你也来了，太高兴了，这见你太高兴了。哎呦，你都想你了吗？是啊，哎，快坐，快坐，快坐，你俩先坐，先坐。到我家别客气啊。哎，你们干什么去？啊？那个
去逛街去。逛街？逛街带这么多东西啊？啊，还扛个大西瓜，这不觉得重吗？顺便看一朋友。对，看什么朋友啊？这不来朋友了吗？崔菜，别跟人站着去，倒茶，倒茶。这是我女儿，我女婿志文。刘导演，刘导演，就是他老带着我拍戏。你别走啊，一会儿啊打麻将，听见没有？三缺一是吧？听见没有？约好了，我跟人家这儿约好了，你陪妈打两圈麻将能耽误什么事儿啊？给妈这面子，听。多长时间没见了，不是？你看林老师越来越好看，越来越漂亮。不走了，刘导演，那个我……这看你妈的这样，我还走得了吗？说这到底是来还是不来呀、啊？以后婉平要是这样对待咱俩，我非敲死他！敲你大石头去！哎，牛子，牛子呢？牛子！爸，都这么半天了，进屋吧。志文和志华没准今天有急事来不了了。我等小向东呢，不等了，吃饭。我这结婚，你没少跟着瞎忙，还有我姐，什么都不说了啊，都在酒里。不是三儿，你看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呀？啊，你结婚，我和你姐高兴着呢啊！来来来，大伙儿一块儿喝一下，来你们也来。妈，哎。姐夫，我也敬你一杯。要不是你把房间腾出来给我们俩结婚，我们俩这婚还真结不成呢。来，我先干了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哈。四儿啊，你这婚也结了，要是长脸呢，就让妈过得舒心点，别老让妈受累，听见没有？嗯，什么呀？听见没有？对对，三儿，你姐说的没错啊，这妈我就交给你了。我跟你说，你照不好，我跟你没完啊！那是那是。姐夫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妈跟我们过得不好呗？姐夫，我跟你说，我们是顿顿两菜一汤，早上豆浆馒头管够，晚上电视想看到几点就看到几点，这还不够啊？妈，够，够，够不够呢？也不是自己嚷嚷出来的，人心都有一杆秤，自己掂量掂量。有话你就直说，别在那指桑骂槐的。哎，我还就指桑骂槐了，怎么着吧？哼，姐，这要是论孝敬长辈啊。我和四儿还真比不上你们，你都能把自己的公公赶出家门送进养老院去，我们跟你怎么比啊？我爱给谁送哪儿就送哪儿，那是我自己的事儿。我们家事儿你了解吗？啊？干嘛你？话没说完呢。四儿，你记不记得那个？去年过节的时候说，你把姐夫弄桌子底下，今天姐夫得找回来，看谁把谁先弄桌子。来，来，四儿，你少喝点。
哎，糊了。哟，他糊了，哎，这么快就糊了。不好意思。哎呀，你看，你看了吗？还说不会玩儿，哎，手气这么壮。哎，我说曼玉啊，该不会是你们娘俩联起手来要挣我和刘导手里的零花钱吧？哎呀，没有，你怎么可能呢？牛志文，啊，哎，慢，等一下啊，哎，来，马牌马牌，你有完没完呢？你去不去看班了？我这刚赢了钱，我要走了。喂，你妈也不吃了我呀？你别走啊，志文，赢了钱了更不能走了。哎哎，你不能让我在我姐妹面前没面子。来来，马上过来，马上过来。什么马上啊？爸怎么办啊？不是，我爸在我姐那儿了，你放心，那没问题啊。不行，要么给你爸打一电话吧，你就跟他说咱晚点去，昨儿咱都答应他了。行，不，你打一不就行了吗？那能一样吗？他想听你的声还是听我的声啊？志文，磨叽什么呢？你快点，这不等着你呢。哎哎，好，先过一头啊，我马上过来啊。